蝦條，哇，超大隻，哇，好有煙果味，哇，好嘢味啊！鐵板真係好香，再加少少呢個黃椰特製辣椒，大家好，我是曾小妹，今天跟大家介绍这一间很熟悉的黄椰仔面。上年已经拍过了，那是真的没收他钱的。今天再来跟大家试一下新的东西。我现在是不是做了曾小妹送辣椒酱的？应该有吧。只要你们过来呢，这间店铺说我是曾小妹粉丝，他就会送你一罐辣椒酱的了，可以带回香港。曾小妹粉丝送辣椒酱，我记得之前是很多人过来拿过这个辣椒酱的了。呢、这個黃椰辣椒醬超香，大家一定要攞一罐翻香港自己飲面食。而家咧就教下大家點樣嚟間鋪頭先。我哋喺呢個老街站1234廣場菠菜，菠菜出口係整緊啊！如果唔係嘅話，喺菠菜出口出嚟仲近。老街站1234廣場菠菜出嚟之後咧，就右邊右轉。我哋見到呢個 M 記咧，就喺 M 記呢條路直入去，就係呢間啊，黃椰仔麵。我一點，這個才是經典，這個原。呢间铺头所有嘅画都系黄爷佢自己嘅设计工作室画嘅，呢个系佢个女，我哋睇下佢个女生咩样，边个咁样衰？你画到佢咁样衰，人家那么可爱，为什么画成这样？你知道那个是你吗？大家好，我系黄爷，咁欢迎大家嚟我哋黄爷仔面食面啦，都好多香港人咧都会过嚟食面嘅，咁我哋都仲有冇同你影相啊？系啊，喺门口影相咁样。有啲阿叔啊，我特登过嚟揾你影相。系真系会。点解嘅？因为你个须留得好型。刚刚去菜市场采购的，是不是？新鲜拿回来。现在多少钱？依家几钱啊？依家好贵啊！正啊！天哪！哇！你是不是还要教我们怎么杀、怎么处理？啊、来，给你拍一下。哇，有几根啊？这个，好大的肉。耶！人家去了。放完料噶，系咪真系料嚟嘅啫？其实唔系嘅，水嚟嘅。我惊佢喷啊！尿尿。美元。冻起来了。咁样拧抽咗出嚟，哦，有冇高咧？快手，哎，手是手，我们上手，生怕不注意，来两刀，哇，哦，波士顿，炸波士顿，太爽了。正啊！哇，好香啊！正啊！奶油芝士波士顿面，哇，好正啊！哇，呢、這个虾钳，哇，超大只！我最中意嘅罗宋汤佢嚟咗，哇，呢、這个有辣椒嘅，佢辣椒。罗宋汤加牛腩。好飽啊！唔好話走啊！佢哋羅宋湯係做得好酸好酸，好食過香港好多西餐廳，之後啲料又足啲喎。佢可以揸碗嗌一碗湯啦，或者佢有個羅宋湯面，之前都食過都幾好食。鬼玉拌面啊，即係我起的名字，大家過來可以吃，係辣到你飛起嘅。我要試下係咪真係辣先。係咪辣到我？有幾多辣？好抵特辣！新嘅拌面，我哋過嚟試食下。呢、這個麻辣蝦滑都係呢間鋪頭必食噶，佢純蝦肉嚟嘅，之後佢麻辣嗰個湯底咧做得好好。好正！呢、這個每次過嚟都一定食，一定食。手打青蝦雲。
開飯啊！食住啲小食先，炸平菇啊嘛，炸蘑菇。哦吼，好乾身喎、啊，好食，蘑菇嘅香味都好夾。我覺得黃爺呢度炸嘢啊！呢個面加咗雞蛋同牛奶，所以唔會黐埋一撇嘢。哇，好有煙火氣。哇，好野味啊！鐵板真係好香，再加少少呢個黃爺特製辣醬。哇吼！睇下手感住，黃爺啲面咧都係保持緊咁高嘅水準。自從我話佢啲辣椒唔夠辣之後，佢就改良咗再辣咗。可樂餅，哇！裡面有蔬菜，呢個可樂餅都好食喎，好似日本嗰啲差唔多喎，但係就爭個醬嘅味咯，但係好食嘅，入面好軟熟咯，嗰啲薯肉，佢哋都自制嘅酸菜都好好食。送面就一流，真材實料啊！499，成個龍蝦都300多400，加工費再加埋碗面，真係好耐冇食過啦！波士頓龍蝦，使唔使加黑松露比較高級啲？哦，黑松露係小青龍嚟㗎，係聽講可以加黑松露係嘛？攞過嚟，你直接咁樣揀落去，呼呼呼，波士頓龍蝦真係好好食，淡淡嘅。佢呢個處理手法都幾好，慳翻唔使自己喺屋企研究咗半日都唔知點煮。可以揀加唔加黑松露啊？咁多一大撇喎，呢度50蚊。哇！呢個新鮮嘅龍蝦真係食得到佢個甘甜甘甜。飽咗，我好滿足啊！點食啊呢個頭？咁大個點食啊？呢咪肉咯、啊。哇、哦！好多肉喎、啊，佢真係個頭都超多肉喎、啊。係啊。哇！點食噶？哇！叉住咗啲筷子啊！好大片啊！啲單色龍蝦已經飽咗啦，唔使食面，叫老細走面得啦。淡淡肉，蝦腦嘅醬香味，真係好食喎！哇，呢個蝦鉗，哇，超大隻！我唔客氣啦！哇，咁我聽聞好聽啊！超厚實，超多肉咯、啊！原來蝦鉗真係最好食噶。啲蝦鉗成日有運動咁。你試下。哇！好實在啊。正。嗯，試下呢個咖喱味嘅。Sorry。都 OK 喎，呢個咖喱係椰汁味好濃，再加埋啲蝦腦。試下呢個面，咖喱面，再加埋個蝦腦。佢做到好似嗰種意面咁樣。它雖然漿，但它所有麵條都是一根一根分明。它呢個咖喱都幾好吃，但我想撈飯咯，但撈麵都好吃的。哇！來，正喎、啊、呢、這個，嚟啊，吃吧。我煮得多，食嘅好少。多謝多謝多謝。哇！嗯，哇！呢一檔，哇，半隻，嗯，爽。怎麼樣？好食係嘛？咁我想問呢道菜一個月有幾多人點㗎？一個月買到2到3份啦。小青龍咧？小青龍一個星期2-3隻。即一個月都成十幾喎。係。呢個係全世界排名好辣嘅印度椒係嘛？前幾。印度魔鬼椒啊！唔好啊，你一啖擠好啦。冇啊，食起油和好香啊。係咩？但係嗰啲辣係慢慢慢慢，後勁好。哇！嚟啦！即係飲白酒。嚟啦！没有，没那么夸张。吃的时候没事的。吃的时候，舌头有感觉了。有了。有感觉了。嗯。那这个辣椒酱弄的面怎么吸嘞？有感觉了，有感觉了。辣吗？你睇下点咗少少啫。死啦！我又想试下啦，我唔敢试哦，我的嘴巴会肿吗？那么辣，那么辣吗？那感觉是慢慢起来。请问点这个面的人多吗？我们这是新品。好、新品，好的。每次过来都要那个美食一定手打青蛙丸，快试一下。来试一下，还是好吃的这个。好吃的虾滑，直接。虾滑的。现在我是老师。很爽的吃这个。我是老师。哇、很香。妹妹啊。它的酱也很香，然后它的虾肉，就是很鲜的味道。哇，他会讲话了今天。嗯，去吃蝦滑，鬼域拌面啊，这是我起的名字，大家过来可以吃。望住呢个面，我觉得有啲胃痛。即系如果加辣就加嗰个鬼椒，咁系个印度椒，你哋自己炒定系点啊？仲自己炒啊？你炒嗰阵时系咪要戴嗰啲防毒面具啊？请问你点会谂到引入呢一只咁样嘅辣椒嚟食嘅咧？睇到啊，惊啊！呢啲咁嘅弯弯曲曲嘅，好似嗰啲毒辣椒咁，好似啊。
香嘅，點解係有陣花味嘅？好似一啲酒精嗰種咁嘅揮發嗰啲咁樣辣度揮發嗰啲，好香喎、啊！這個拌麵其實唔係特別辣嘅，最多算少辣咯。即係你個鬼味應該要加埋嗰嚿咁嘅嘢先得。冇啊！即係但係加埋，我覺得我都接受唔到。但係呢個幾好食，好好野味咯。佢同你本身炒個辣椒醬嗰味係唔同，偏甜啲啲，即係唔會辣到你喊嗰只嘅，少少辣。調得調得好。好，啱啱嘅少辣而家變咗中辣，佢後勁幾勁嚇。好啦，咁我哋今日條片就到呢度啦。中意嘅話記得點讚、關注、分享。下期再見啦，拜拜。剩咗幾錢啊？我哋剩幾錢啊？過千。好啦，咁我哋今日條片就到呢度啦。中意嘅話記得點讚、關注、分享。拜拜啦，拜拜。冇錢俾要喺度洗碗，你一洗。就你呢個咁嘅速度，我炒咗你啊！嚇？識唔識執嘅喎？知唔知執碗點執嘅喎？殼一堆，碗一堆，你一次就係執兩隻，點做嘢？系啦，不如唔使啊，攞呢个挡嚟算啦，都够啊，啱啱好，够啊。无情的暴雨被落进的他，乌云在头顶会不停的下。